确实也是相当理想，攻占到二垒。那刚才做一个故意四换，现在变成了一出局一二垒有人，轮到郭建宇。好，对郭建宇来讲是比较有利。我们看，注意看外野完全趋前。结果这个球越过了内野的防线，跑者这时候绕过三垒要拼看看，左岸手这个球传回来 ，safe， 球也掉了，球掉了，比赛结束。被郭建宇呢最后打了一个再见安打，在九局的下半就以这一支再见安打呢结束了这一场的比赛。郭建宇呢今天的三支安打呢都带有打点，这也是下半球季呢第二场以再见安打分出胜负的比赛。然后共同点就是苦主呢都是新农牛队，郭建宇后面背一个什么东西啊。好，最后的比数是6-5，兄弟相对呢以1分击败了新农牛队，打下了近期的一个4连胜。